大家好，我是林根仁。我刚刚走过，看到副议长送的花，这家拉面一定很好吃。我们来找副议长推荐一下。哎，副议长好，林根仁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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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刚刚看到你送的花。对啊，昨天12月1号，我们东区这边有开一家新的拉面，波多拉面，波多拉面，我们去试试看。好。点菜是从这里点哦、喔，对，在手机上就可以点，手机上就可以点。对，它是彩色的，很多。好，这个波多拉面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？我知道是从无缸来，它面比较细，汤头应该是很浓。哦，好，入汤。来，面来了。我们就开到波多拉面，它是日本三大拉面之一。哦，三大拉面之一。嗯，面 Q， 口感真的不错。这个是温泉蛋，黄金蛋，黄金蛋，然后叉烧也很好吃。我这是它的那个唐扬炸鸡，唐扬炸鸡，唐扬炸鸡，七块。鱼酥，嗯。你有听到书店的声音吗？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，吃一口看看。哇，包住刚好，很嫩。我点的是辣味蒸鱼，这个是酱油拉面。我觉得它的辣味蒸鱼不是很辣，但是味道很好。嗯，泡菜好，酸味刚好，也不会呛。恭喜哦！恭喜恭喜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机缘之下，我认识这位 P.R. 日本的这个主厨，他本身就是来自于福冈，他在当地他也有经营拉面，然后我们希望说借由他，然后把这个模式引进台湾，所以选为这边的我们的第一家店。我听说那个如果吃拉面呢？好吃就要吸引大家，是真的，是真的，是真的。是那一般的话，日本人的吃法就是，拉面吃完之后会把汤再剩下，会再点一碗白饭，然后你也可以额外点葱花再加进去，这是很正常的吃法。我们还有一个煎饺，也是用台湾食品厂的那个煎饺下去做的，然后也有搭配拉面跟煎饺一起使用。就是拉面，我们现在目前只有三种口味，三种口味，酱油口味，对，豚骨跟大骨汤。谢谢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谢谢顾议长，哇，真的也把家吃的吃到那么棒，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介绍新竹市的美食，啊，希望下次还有机会，真的，我们新竹不是美食沙漠，真的。第二家店在。这个阿龙云刀，这是在地食品厂做的，我们吃看看。嗯，不错，真甜。